见自在王佛，志气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庄严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前面法藏比丘向他的老师陈述自己的愿望之后，接着就请法。老师非常慈悲，知道他高明，高是讲啊德高，明是说智慧啊，这个学生有高尚的品德，有深广的智慧，更难得的呢，他的志愿深广，显示他真实无尽的慈悲。于是就应他的祈请而为他说法，为他宣说。这个地方呢文字就比较简洁了，佛长时间的教学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为他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因为法藏要求佛跟他了讲这个一切诸佛的刹土。庄严之事，那么他的目的在这里面呢，就选择即诸佛众善之大乘来建造他理想当中的修学道场，目的在此地，智慧真的是难得，志愿难得，他这个构想啊是更难得。所以世间自在王非常欢喜，给他说出这些事情。佛说呢当然都是经法了，此地我们要注意的210亿，210亿在数字上来说不算太多不算是个大数字，可是他在这个地方呢不当作数目字讲当什么讲呢，是表法的意思。在密宗里面表法16代表圆满，你看我们这个经业开端上首大众里面在家居士众16正寺，
贤护等十六正次，那十六是代表圆满的。十六之外啊，二十一代表圆满的。所以这个讲的二百一十亿呀，是二十一的扩大，它是代表圆满的意思，不是数目字。如果数目字那太小了。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二百一十亿那算什么的？这个是代表啊，尽虚空遍法界，所有诸佛刹土啊，一个也不漏啊，是表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说法，《华严经》上讲到，本经。与华严关系非常密切，那这个表法呢，我们可以说跟华严无二无别。大智度论上也有这个说法啊，所以这个二百一十亿啊，我们要看作表法，意思才会圆满啊，才正确。这是世间自在王佛可以说将虚空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这里面的状况因果都跟法藏比丘详细说明啊，这个刹土里面懂得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广大圆满之相都给他说明，应其心愿，习现于之，在这里也显示出佛的神力不可思议。佛不但详细给他说明，而且把这些诸佛刹土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看。这正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呢，这个老师教导跟他说了，这就是读书啊。把这些相现给他看呢，这个就等于行万里路了，让他自己亲自看到这个境界，就像我们现在的旅游、观光、考察。都到那里去亲自看了一下，那么这个学问见识才真实啊，并不是完全是听到传说，这是亲自去见到这个境界。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自在王佛教法藏比丘教了多久呢？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长啊，教了千亿岁，万万是亿呀，千亿呀，这是讲啊教学时间之长，这么长的时间来教导他，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到孔老夫子常说啊，教不厌，毁不倦，孔老夫子教学的精神不疲不厌，我们在此地看到千亿岁不是短时间的，所以要
没有相当的耐心，这个学业怎么能完成呢？佛慈悲，教诲不倦，发藏做学生的也很了不起，学而不厌。那么这是这一段，我们看出法藏求法真的他就得到法了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他真得到了。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第三段呢，这要讲他修行。二是法藏闻佛所说，我是听闻佛这个千亿岁的教诲，闻佛所说，借习度尽。因为佛每说到一尊佛，一个佛刹，佛都会把这个像啊现出来给他看，他都看见了。这是成佛的威力，才能够听清楚、看清楚，心里明明白白。于是乎发起无上殊胜之愿。原来他最著名的四十八愿呢，是有来历的，听多了看多了，心里面感触很多。这是文成就啊，也是四十八愿那个根源埋伏在此地。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这里有思，你看文思，这下面当然一定有心，三会呀，菩萨的三会，人家是真用功啊，真肯干啊。天人善恶是因，国土粗妙是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呢一定得恶报。十法界，四圣法界的果报就妙，人家修的是善因。六道啊就粗，六道凡夫啊修的这个因就不善，在六道里面比较而论，善多恶少呢，这就是三善道，比三恶道啊那要好的太多。如果是恶多善少啊，那就感到啊很粗的这个境界了，地狱魔鬼畜生呢，我们讲的三恶道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法藏比丘啊，通通见到。
通通明了了，思维究竟便以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进精勤求索功身保持。这些地方不但我们明白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可以说呢，这一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啊，同时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今天要往生，我们要做佛的弟子，佛在过去生中发心的行持，可以说都是我们修行最好的榜样，是我们应当要汲取的，应当要学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变业其心，思维究竟，那的确是明了通达之后，这个业心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微妙报土的真因。由此我们也明白了十方世界这个诸佛刹土啊，要跟此地比一比呢，恰好是很鲜明的对比，那就是什么十方刹土杂心变的，才有十法界嘛，杂心变。西方世界一心成就的，所以这个土啊就清净了，就微妙了。泥土一心不乱成就，每一个往生的人啊也是要念到一心不乱才能感应啊，才能往生。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也许同学们有了疑问了，一心不乱好难啊，那假如我要是得不到一心，我这一生不是没指望了吗？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是真的问题。好在弥陀是真正慈悲呀，我们不必念到一心也能完成。但是这个杂乱心啊是决定不能完成的，最低限度要念到功夫成片。这功夫成片呢，就是一心不乱的边缘呐，没打，刚刚大到一点点呢，有那么一点影子了，就能完成。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呀。这个不是真正的一心啊，相似的一心，有一点像的。我们念佛的功夫得力，能够把妄想烦恼扶住。古人有个比喻说，石头压草，根并没有拔掉，石头压住了，它不起作用了，就这样的程度就能往生，这个我们才安心了啊。所以本经讲的往生条件，他没有说一心不乱，在三辈往生里面经文
很清楚很明白告诉我们念佛的要领是一向专念啊，前面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行了，他没有说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向专念呢就好办了。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个标准呢就高了，但是世尊当年讲阿弥陀经在梵文原本上没有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翻译的人呢他翻的鸠摩罗什大师翻的翻成一心不乱啊，使我们感到为难了。玄奘大师的译本是直译的啊，现在这个本子也流通了，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我们收在里面，诸位看看玄奘大师的译本你就晓得经里头并没有讲一心不乱，而是讲的一心细念。一心细念这个跟那个一向专念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感觉到还不太为难。那么罗什大师有没有犯错呢？如果罗什大师把经翻错了，玄奘大师比罗什大师要晚很多年呢，一定会把他纠正过来。玄奘大师并没有说罗什大师犯的不对，而且玄奘大师的学生窥基是玄奘的传人，是玄奘对应的弟子，给弥陀经做了个注解呀，还学了罗什大师的本子，并没有用老师的本子。那么由此可知，他们师徒对于罗什大师的译本非常佩服啊，他犯的不错。那么一心不乱怎么回事情？只要我们在此地念到功夫成片，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佛来接引的时候先是用光来助照，佛光照到，佛光这一照啊，就把我们的业障啊就消除了，把我们的功夫就提升了。所以我们只要念到功夫成片，临终一见阿弥陀佛，这个地位马上就提升了，就加了一倍了，就到四一心不乱。所以他犯的这个一心不乱没犯错啊，没犯错。假如我们自己真用功真的念到一心不乱了，临命终时这个佛来接引的时候会把这个功夫啊又提升，事业心呢就提升到理业心了啊。所以佛的加持正好是我们自己修持的一倍啊，这就说明我们自己用功啊非常重要啊，就是必依其心呢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念佛呢要一心称念啊，也就是要专心念佛，最好不要有杂念啊，不要夹杂啊。初学当然是免不了夹杂啊，总的要提高警觉，使这个夹杂了一年比一年少，一月比一月少，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功夫的力。如
果我们念佛念了很多年了，这个杂乱的现象依然如故，没有改进，那就是我们的功夫不得力啊，这样往生呢就没有把握啊，比较上要困难啊，功夫得力自己往生有把握，这是真实的受用。此地我们看到啊，极乐世界的秘诀就在一心，选择所欲，戒得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后面所说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呢，是法藏比丘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选择成就的。诸佛刹土里面有不殊胜的，他不要；三恶道，他不要。啊，一切殊胜好的、善的这一面，他都采取。啊，他这个四十八愿这么来的，啊，精勤修素。啊，这个精是选择，一点都不马虎。一定要选择最好的、最殊胜的。勤是勤奋，认真努力，不懈怠啊，在那里求索，功身保持啊，选择之后要能把它保持而不失掉。再看底下，修习功德，满足五戒。前面我们看到闻思，这里就修了。修了多久呢？才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修了五劫。这个五劫是精勤求索，功身保持啊。这个功身就是真诚心、恭敬心啊。使自己的功德保持而不失去。如何能保持功德呢？佛法里面常讲啊，火烧功德林啊。我们修功德不容易啊，那一把火就烧掉了。什么火呢？嗔恨之火。这一发脾气，那功德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东西难。想想我们常年累劫的在念佛啊，在诵经，这功德一发脾气了，没了。从脾气消了之后，好，再念再修集如果你是在听讲之前发一顿脾气了，完了，你的功德都没有了。这个要知道最怕的就是嗔恚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真正想修功德的人，那个警觉性呢就很高决定不发脾气不管什么事情惹起我们心里不高兴想发脾气了，
你呀就要警觉到，那是什么魔障？魔看到你呀已经不少功德了，就劝你烧啊烧啊，你就真听话，就把功德烧掉。如果你要是不发脾气呢，你这功德在呀，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你破除掉啊，魔也没法子，魔还是叫你自己把你自己功德摧毁啊，他没有能力。所以你有警觉心，我不干，我绝不发脾气啊，绝不肯听从，这个功德才能保持啊。这个功德跟福德不一样，福德呢发脾气没有关系，那个福报还在，功德不行啊，功德一发脾气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要能真正功胜保持，一定是贪嗔痴慢烦恼习气通通断掉了，那他的功德就能保持了。《金刚经》上教导我们初学的人，一切法得成于忍，所以忍如波罗蜜啊，能把功德保持住。你看，布施、持戒是修功德，忍辱是保持功德啊。所以没有忍呢，虽修功德，随时都会被烧掉的，都失掉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六度啊，它是每一个环节都扣得紧紧的啊，彼此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到精进禅定呢，那你功德成就了啊，这在显示出无量的智慧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修满五劫啊，这么长的时间，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居之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相当于我们中国一千万叫一个居之。那么二十亿居之就是210亿佛刹，是吧？所以他这个才用句子了，显示出这是用密宗的表法啊。所以我们这部经里面有教、有禅、有密、有静，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浓缩啊。在这本经里面，所以这本经呢，我们读诵修学就等于所有的法门你通通都修了，确确实实是这个意思啊。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这是说他的成就。我们一个佛刹的事情容易明白了，无量无边佛刹就难了。他现在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佛刹通达明了啊，就像自己这个本国故土这么样的清楚，这么样的明了。所是佛国超过于彼，他的愿望真的圆满，他建立的极乐世界确实超越诸佛的刹土，极诸佛一切功德圆满的大乘。那么这桩事情
这讲的修成就，他修行的成就。实在讲呢，也不是简单的。我们要把这些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了，我们对于净宗就能产生坚定的信心，不会怀疑。极乐世界绝非偶然的成就啊！自在王佛跟他讲经说法千亿岁呀，法藏自己认真的修学，尽情的选择无界的时间，才满足啊！哪是容易事情？所以这是极一切佛刹庄严清净之相而成就的，自自然然的超越了诸佛的刹土了，满了他的愿。所以后面本次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个阿弥陀佛的赞叹，说他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释迦牟尼佛这样赞叹他，所有一切诸佛都向释迦牟尼佛同样的赞叹他。这就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那么我们看他这段历史，这段的经历，我们自然会感到这是非常合乎情理，合情合理合法，值得我们相信。这个西方世界不是他凭空想象，过去天台大师、智者大师跟我们说，通达究竟圆满的道理，这是什么？但是要是不相呢，那就不善。不如想想通达原理住相还不叫善，何况其余呢？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法藏选择之精。所以他那个善恶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啊。华严经上佛说得好，佛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也说了一个执着，可见的不像若见那是大病。所以世尊在《金刚经》上才极力地破除这段事情，《金刚经》的前半部破四相，后半部破四见，见比相要细，相粗啊，见细，见是心里头的念头啊。若菩萨有某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后半部就说得更微细。若菩萨有母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菩萨。可见的执着是大病，我们在一切大乘法里面修学，为什么不能成就？就是没有办法断执着。那我们这个法门呢，有执着不怕，叫你执持名号啊，你不要执着别的，执着别的不行，执着这个名号啊，就能往生。这着相啊，其他的大乘不可以着相啊，我们这个着相行，着相叫什么？叫待业往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我们再破执着。再来离相，这个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方便，使一切众生呢，这往生不退成佛，是人人有份，这个是实在不可思议。我们再看底下经，既是受已，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这个即摄受已啊，就是说他已经经过五劫的修行，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造成了，完工了。这完工之后啊，要向老师去报告，这是大喜事啊，大喜事。用刀这个世间自在王佛到场去了。那个时候佛住世教化众生42劫嘛，所以他极乐世界建造成了，佛还住世，佛还没有圆寂，又去向佛报告了。即受礼足，这是礼节，绕佛三匝，绕佛也是最敬礼，表示学生对老师依依不舍，像这个小孩啊围绕大人绕一样，是这个意思，很恭敬的。或掌而住啊，白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这是把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这个没有辜负老师千亿劫的教导，没有辜负自己五戒的修持，成功了，这是功德圆满了。福音善哉，经真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又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人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师子之道，你看这个老师跟学生，老师很像一个老师，学生呢也很像一个学生，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我们应当要学习。老师一听到之后啊，赞叹的，善哉，好极了。这个赞叹里面含义非常
之身，实在是说呢，凡夫业障深重的众生也有机会做佛了。你说这个不是太好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帮助这些众生的，帮助业障深重的众生一生当中能成佛。所以他的老师高兴了，赞叹他了，今天这是时候正好，如应据说，你呀，把你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庄严的事跟大家讲讲。据说就是这是跟是自在王的那些徒众、那些学生，也就是法藏比丘的同学啊，向他们提出报告来，令众欢喜啊，叫广大的众生啊，个个听了啊，都会生欢喜心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殊胜的道场啊，这是到那个地方去修学，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业令大众，这个地方所讲的大众，就是世间自在王的学生啊，跟前面那个令众欢喜不一样，那个众是可以说是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此地讲大众呢，就是大会当中的这些人啊，世间自在王的学生啊，也就是法藏比丘的同学啊，叫他们呢闻师法义得大善意，大善力是指什么？是指于令十方九法界的众生，同入弥陀一尘怨海，一切寒灵都因此而得度。这个度是讲成佛啊。特别是指六道众生，因这个法门是个个圆满成佛了，这叫大善力，这是惠于众生真实的利益了。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要认真学习的，今天法藏比丘的成就超过老师了，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阿弥陀佛，知道世间自在王的人，我们要不读这个经，你怎么晓得？你不知道啊？学生的知名度比他高，学生的成就也比他高，老师没嫉妒了。我们这个世间可不行啊！虽然说得好听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是那个老师真的觉得不是味道啊。没有像世间自在王这个老师这么痛快啊！对这个学生真的赞叹了。
真的欢喜啊。在我们世间法里面，老师嫉妒学生。汉朝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马融。马融是汉朝的大儒啊，他的学生郑玄、郑康成，郑康成拜他做老师，跟他学了三年，把他的东西全都学去了，而且超过他。他心里不服气就想整他这个学生用什么方法呢？买通杀手啊，因为郑康成要回家了，在路上埋伏，想把他杀掉也就是不让学生将来超过自己。郑康成太聪明了，早就预料到了，很厉害那老师手段也高明。郑康成回家了，老师带着其他的同学到十里长亭去跟他送行。老师带着同学送行送行着每一个人跟他敬酒，意思就是要把他灌醉郑康成海量，酒量大，每一个人敬三杯酒，他喝了三百杯。我们中国古诗里三百杯的典故啊，从这出的。郑康成真的是四十，他三百杯酒喝下去，不但没有醉呀，小的礼节都不是。他走了，走了才知道，他走到半路改道，从小路溜掉了。老师不能容学生啊，这个例子啊自古以来啊就很多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老师，我佩服了对于学生的成就赞叹欢喜，而且叫自己所有的学生呢就跟他学学，这个难得。在我们佛门里面，我们过去看到唐朝时候六祖慧能大师，他在猎人队里面读了十五年，出来之后在广州，就现在的广州，遇到了印宗。印宗了不起，印宗当年是南方佛教的首领啊，那个徒众多少啊。印宗知道他是黄梅得法的六祖，给他剃头所以印宗啊是慧能大师的剃度师出家了，是印宗给他剃度的。印宗给他剃度之后了，这是印宗的徒弟可是徒弟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得到了，自己还不行啊，回过头来再拜六祖做老师，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回过头来再拜徒弟做老师，这都是非常人呐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出来的六祖这个身价一下就高了印宗所有的一些徒弟统统皈依六祖，你看印宗的心量哪里是凡人呢？凡人怎么可能有这个心量道场让给你，徒众一切让给你，自己来做
做学徒，啊，儿子要当学生，这个实在讲都是佛菩萨来实现，啊，凡夫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心量。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学习，心里面真正能够敬仰道德，尊重贤人，要能够虚心下学，才能成就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感触就很多。能与佛刹，这个佛刹就是极乐净土，修习摄受，这个修习是指一切念佛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场去修学。摄受呢，这是指法藏比丘现在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慈悲摄受这些大众啊，满足无量大愿啊。那么这个真名，一切如来都欢喜加持法藏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如此啊，一尊佛是这样的对待这个法藏菩萨，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所有一切诸佛呢，必定跟世间自在王佛一样称赞法藏啊，加持法藏啊，要护持他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就变成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中心啊，像众星拱月啊，大家都来捧他啊，都来成就他，就成就他就是成就自己啊，自他不二啊。再看底下这一篇经文，下一篇经文是我们全经的中心，全经的精华，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转述啊，就同佛自己说没有两样啊。法大誓愿第六，这个就是著名的四十八愿。愿文条目啊，多寡五经不同啊，就是五种原译本呢不同，有的译本里面是二十四愿，有两种本子是二十四愿，有两种本子是四十八愿，还有一种本子是三十六愿啊。那么这个条目多少啊不同，可是里面内容啊大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啊，内容大致是相同的啊。也就是有的时候两愿三愿合成一愿，有的一愿分开了两三愿，所以它这个条目不相同。下面据老居士汇集这一品经，可费了苦心。我们在《梅光禧序文》里面看到这一段经文，是夏老梅老居士还有他们的老师
共啊三个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汇集这一段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段经文呢他们是特别重视啊，因为这是净宗可以说是原始的依据，决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啊。汇集这个段落大分呢是二十四，是以二十四为纲，是以四十八为末。他每一院后面呢住的那是四十八啊，这就是二十四跟四十八了，通通保持住，使这个五种原以本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地方通通可以显示。这个是会议的好啊，确实是很用心。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天长，实际上这个时候法藏已经成佛了，这是阿弥陀佛在老师的面前还是弟子的身份啊，他是白佛言啊，唯愿世尊啊，这对老师的敬称啊，大慈天长啊，这个差呢就是观察啊，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要请老师指正，有这个意思在。下面这是第一段啊，我们算段，这个二十四段啊，这叫二十四愿。下面呢，这个小目是四十八愿啊。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到这个地方呢是一段，这一段是总数，内容啊，包括全部的四十八愿啊，这是总说。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他圆满成佛了，成正觉已啊，他圆满成佛了，足具佛刹。他所居住的这个刹土啊，就是极乐世界。这个刹土，他的愿望是一定要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那么这就是前面他在老师面前表明他的愿望，他一定要胜过诸佛国土，因为一切诸佛国土都有缺陷，他这个地方没有确信，这就胜过诸佛国土了。
功德庄严呢，那当然太多太多了。哪一种功德算是第一庄严呢？那就是十念一生不退成佛，这个的确是第一功德庄严。因为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他有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庄严特别指这一桩事情。这个就是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呐、我们再看底下，这底下呢，这个就是四十八愿里面前两愿，一个是过无我道，一切诸佛刹土都有我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参我道。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这是第一愿，四十八愿的第一愿，没有参我道。一般来讲，恶业没尽，善业成熟了，可以生三善道。像我们现在这个状况都是如此的。可是复想尽了啊，还要堕落。记得三善道不究竟啊。还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警觉到的，许许多多因为享福而造作恶业，那个堕得更快，堕得更惨，这些都是事实真相，不能不提高警觉啊！世间人呢，哪一个不想福报？殊不知福里面埋藏着有无量的祸害呀、没有福报的人，很穷苦的人，固然是很烦恼，你想做恶业造不成啊。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只是在受报啊，也很不容易啊，造重大的罪业。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来生不会堕落啊。享福的人不一样的。我们不说别的，穷苦人家，现代这个生活水准是普遍提高了。像我这个年龄，在童年的时候，我们住在乡下，吃的都是蔬菜青菜呀、肉食很少啊，大概总是初一十五啊才能买到肉啊，逢年过节呢才好好的吃一顿，平常吃不到啊。换句话说，杀生造罪业就很少很少，没机会呀。这个富裕人家每一天鸡鱼鸭肉的时候，那个业债就有的算了，算不清啊。我们人看到很羡慕，但是到以后算账的时候，国报现前的时候，才晓得，哎呀，这个不如我们，比我们差远了。因果通三世，
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第一是造作，上品食物所感到的恶报。末回是中品食物，畜生是下品的食物。有些经上佛跟我们讲，贪嗔痴所感召的，嗔恚堕地狱啊，嗔贪是恶鬼呀，愚痴是畜生，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感得的三途苦报。那么西方世界没有三恶道，换一句话讲，没有造恶业的人，没有贪嗔痴的烦恼，没有因嘛，他就没有果报了。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念佛功夫得力了，能把贪嗔痴扶住，虽然不断有能力扶住，我自己有能力扶住，到达西方世界佛力一加持它就断掉，所以就得一心了嘛，是这么回事情。这个便宜担大了，学其他的法门这个断烦恼完全要靠自己啊！我们现在只要扶一半，那一半佛帮忙，我们就成就了。所以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啊，这个便宜占很多很多啊。那么再看下面一段，所有一切众生以及夜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喜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这是四十八愿的第二愿啊，第二愿不堕恶道愿。所有一切众生，这是指六道里面以及阎摩罗界。这个阎摩罗就是阎罗王啊，我们称这个十殿阎王啊，这个第五殿的五殿阎王很厉害啊，阎罗王，阎罗王第五殿的，也叫做平等王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有介绍啊，有说明，他管地狱啊，他是管地狱的，阎罗王是管地狱的。三恶道中特别指的是地狱魔鬼畜生，恶道众生呐，恶业习气最重。那么他要是能够念佛，听到这个法门，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也能往生。所以这个法门呢，只要具三个条件：你真信，相信阿弥陀佛，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念佛一定可以得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你真信不怀疑，真想去，这是愿啊！啊，真想去啊！这个真想去啊，就是此地样样要放下了，又想去这个地方又放不下，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相啊！啊，真想去啊，一定是通通放下了啊！所以叫身心世界一切
放下，心里头再没有挂碍了，这才叫真相去啊，统统放下了啊。都决定的是啊，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你，我们这里一发心他就知道了啊，阿弥陀佛就晓得了，我们这边缘成熟了他就来接引了，我们的寿命到的时候佛就来接引，到达那个地方接收阿弥陀佛的教化，说我法化，法是教学的方法，把我们的恶业习气都化出，化成无量的功德。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成佛了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化，一定成佛，成究竟圆满佛。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决定不会再多恶道，因为过去生中啊，有这些恶的习气。假如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呢，有进有退呀，这个一退转呢，很可能又退到三恶道去了。这个是太多太多这些例子，这就是十方世界修行呢有缺陷，就是它有退度，西方世界没有退转，不退转，绝对不会再多三恶道，就是我们。做了极重的罪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放心，啊，你阿弥陀佛这一愿是保证的，保证你不会再堕恶道了。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这个愿呢，要满，必现了。我就成佛，假如我发的愿不能兑现，不能圆满，我就誓不成佛。那么现在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他的愿全部兑现啊，全部实现，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真实不虚，由此可见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的本心啊，真的是念念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这是他的愿望，他这一愿超过诸佛，而且他真的能做到，这个愿望真的能兑现，问题就是众生相不相信，肯不肯发愿求成，不是阿弥陀佛没有能力啊，问题在我们自己肯不肯呢、啊？不肯呢，那就是我们自己有障碍，这不肯就是障碍啊！你要问什么障碍，你不愿意，这就是障碍，肯障碍就没有啊，谁肯念佛谁就完成，这个法门平等法门啊，无论你是修学大乘小乘，无论你是造恶造善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回心转意啊，真肯念佛求愿往生，是个个都得生。
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第一稀有的功德。我们再看第二段，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定生摩擦，皆具子母真经色身。我们在这一段里，这一段里面有三愿，我们还是一愿一愿的来看，这样比较清楚。这个是第一愿，金色深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留意他所讲的十方世界所有众生，这里头没有鉴别。那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呢，当然包括我们在内呀。没有说娑婆世界地球上众生呢例外，没有这个讲法。既没有这个讲法呢，那就在内。不但我们在内，毗卢遮那佛华藏世界也在内。因为他没有说毗卢遮那佛华藏世界在外，他没有这个说法。那可见的一切诸佛刹土都包括在其中，所以文殊普贤也得往生。所以这些字我们要看清楚，才知道他的愿真的是伟大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得的身相平等的，戒律人人都是自摸真经色身。这个摸，古时候这个意思是指纯净，没有一丝毫渣子的净，精进啊。这是讲的色身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身体啊，看看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身体非常脆弱，肉身很脆弱，稍微受一点风寒就得病了，就爬不起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精神，他的体质纯净身的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所讲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人心量很小，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就到究竟圆满了，再多呢，再多无法想象了。其实是不值的，其实我们在大经上看到，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端正接近习统一类，这一句要牢牢记在心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两种相貌，你看看我们现在道场大家坐在一起，每个人相貌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人再多，一个相貌绝对没有两个相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这相貌都一样了，那我们都认人不都认错了吗？大众都跟佛一个样子，谁是阿弥陀佛了？
就是观音菩萨了。不是我们去往生，不都是都搞不清楚了吗？啊，这个你大可放心。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都有他心通。啊，每一个人，过去、现在、未来，通通清楚，通通明了，绝对不会把人认错。这个里面呢，含的意义非常深长。前面不是说过吗？他四十八愿从哪来的？是看到许许多多诸佛刹土在这个里面精心选择而来的啊。十方世界的人相貌不一样，相貌好的就骄傲啊，相貌丑陋的、不好的就有自卑感啊，这都是烦恼啊。在西方世界大家相貌都一样，也没得骄傲，也没得自卑了。你看看这个阿弥陀佛真聪明啊，他用这些方法把你所有的烦恼自自然然消除了，到那里通通都没有了，法子妙绝了，显示出他这个世界平等法界啊。所以在经题上以平等方法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就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啊，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十方世界的众生形色不一，端正庄严，能令人呢生欢喜心，生恭敬心。所以西方世界的人，这个相貌端正庄严，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不及的。因此，阿弥陀佛的学生，无论走到哪一个世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每一天都去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去度化众生，得到一切诸佛刹土大众的真见。啊，弥陀弟子，人家要另眼相看了。这是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啊，有不少非常仰慕弥勒菩萨啊，喜欢将来啊升到弥勒菩萨的净土，都率内愿将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一个个跟着下来，就像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舍利弗、目犍连一样，跟佛下来啊，世间度化众生，他们有这个愿，这个愿好不好呢？好，非常值得赞叹。但是我清楚，我明白，要想往生独率内愿呢，不是一桩容易事情。为什么呢？弥勒菩萨录取学生的标准很高啊！我想想啊，我要去进他那个院呢，我的分数不够啊，没法子去不了啊！啊，再看看阿弥陀佛这个净土呢，他这个录取的分数很低。非常非常之低，啊，我有把握去得了，啊，我要是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要回到娑婆世界，这经上讲嘛，这十万亿佛国度嘛，一刹那就回来了，去亲近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一看到阿弥陀佛的学生，他特别欢迎，另眼相看，比对他的学生好多了。像这些算盘呢，我们要回答，要会算，就是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到独山内院，也可以亲近弥勒菩萨，比他的学生还要受到特别招待。啊，我们听弥勒菩萨讲经，一定是上座，前面座位让给我们坐，他的学生坐后面。所以，这都是事实，不可以不知道的。这个是亲近弥勒菩萨最容易的一条道路啊！再看第三段，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自知无量劫时虚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心，至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虚愿不去征求。这一段里头又包括了三愿：虚命、天眼、天耳。诸位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世俗人讲的神通。通是通达无碍，神是神奇莫测啊，他这个特殊的能力，像现在大陆上称之为奇异功能、特异功能，这个称法是很有道理啊。他这个能力啊，超越常人。那么神通从哪里来的呢？有报德的，有修德的啊，像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那里就有，这叫报德的，这个不是修德的啊。这个报德呢，是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啊。因为生到那里去，要没有这个能力，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了。一生到那个地方啊，这个能力通通都有，阿弥陀佛在成佛。那个神通能力多大呢？超过摩罗汉啊！摩罗汉的这个虚命他心呢，这个能力啊，只能知五百世了。五百世以前他就不知道啊，五百世之后啊，他也不晓得。它有范围，并不大啊。那么像菩萨的天眼，随着菩萨的地位，菩萨地位越高，那个天眼的能力就越广啊，能够看一个大千世界、一百个大千世界、一千个大千世界，只有如来天眼呢，才能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啊，没有见不到。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的这个能力啊，这个神通的能力啊，你看看这个经文上讲的，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个便宜占大了。在修其他的法门，要修到八地菩萨，
啊，八地菩萨跟这个佛的能力很接近的，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我们才念几年佛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跟能力就跟那个八地、九地、十地菩萨一样啊。所以那些菩萨看到我们，简直是看到就摇头啊，不能相信啊。但是也是事实啊，所以明白的不能不佩服。哎呀，你们太幸运，太了不起了啊！修几天就得到了。我修了三大乘期间修得这么苦才得到，怎么你一下子得到了，而且你得到的比我还殊胜，还超过我，怎能不佩服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俗话说了，有走运有不走运啊，那菩萨不走运啊，我们很走运啊，一下就遇到这个法门了，啊，这就成就了。这一段点这个愿文我们要很仔细的去观察，所有众生生活过的，这是平等法，并没有鉴别华藏世界来生的，那当然他菩萨那地位高了，那我们是凡夫怎么能比呢？所有众生当然就是十八界共同而言了，全都包括在里面了。自知无量界是虚名，不像摩罗汉呢，才知五百世虚名。无量界是虚名啊！对，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是下下品往生，也是这个样子。因为他这个愿文里都没有说。下下品除外，他没有讲啊，也没有说上品上身有这个神通能力，没有说这个。那么换一句话说，下下品往生也是这个能力，这个在平等法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前生的啊，再前生的，现在有很多人想知道前生的。去找了许多通灵的人啊，还有一些人去找到什么做催眠术的，想知道前生的，充其量也不过知道一世二世三世就不知道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过去生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你通通都知道了，何必去找这些麻烦呢？又何况现在这个社会上骗人的事情多啊，那些通灵人告诉你前生未必是真的，也许上当被骗了，自己还不晓得，到达西方世界自己都知道，生生世世你所做的善所做的恶全都知道，自己都晓得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在哪个地方轮回，在哪个世界住过，也通通都知道了啊。所以无量劫来啊，自己的家亲眷属啊，你就通通都记起来了啊，都明白了。一到西方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动视见能动视，这是天眼，跟佛一样，这个条没有讲界限，十方刹土无量无边的世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现在很可怜的，这四楼底下听说还有很多人在那听经，我们看不到啊。如果极乐世界人的时候，那透明的全都看到了，
这个地球的那一边是美国，也看得清清楚楚啊，那些人在干什么？更远点，他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都在眼前，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为情所牵，对于自己的亲人啊，喜欢的人总念念不忘啊，希望帮助他们。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愿，没能力啊，所以你要晓得到达西方世界就有能力。我们的家亲眷属，无论他生在哪一道，我看得到他，他说话我听得见，他的状况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时时刻刻可以视线去帮助他。那真的有智慧有能力了，我们的心愿呢才叫是真实的。往生我们的心愿是真实的，不往生我们的心愿都会落空，有没有能力？去听是天耳，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他说些什么话你也听得清清楚楚，纵然说悄悄话也听得很明白，神通广大啊！这个小说上那个孙悟空啊，跟他相比差太远了。孙悟空才值七十二变，这个一个跟斗十万里的时候，不知道要翻多少跟斗才能翻得到。这个不需要翻的，一念就到了。所以孙悟空要跟他相比呀、啊，那小巫见大巫啊，差太远了啊，那个能力太小了啊，微不足道。这个里面有这样的神通能力，这对于修行帮助就非常非常大。我们知道世间人为什么会有贪嗔烦恼，为什么会起惑造业，实在是就是迷于因果的事实真相啊，才会起这些疑惑，才会造业啊。如果对于这些事实真相都能够通达明了，他怎么会起烦恼呢？怎么会迷惑呢？怎么会造业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这些教学的设施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无世界的烦恼习气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全部都化解了啊！为什么呢？过去现在未来事情都知道，都看到了，都听到了，都晓得了，这个比其他诸佛如来讲经说法神似太多了。哎，方法确实是高明啊，知十方空间，过去未来现在，这是三世，十方三世什么事情你都晓得，你都清楚，你都明了。不得誓愿，不取真求。那么弥陀成佛了，这个愿也通通都兑现了。所以现在世间有些人讲他有神通啊，有什么特异功能，你就可以说他，可以跟他说说，哎，这没什么了不起，再过几年你看我的。你
怎么能比得上？真的，确实如此。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就好好念几念佛，往生就通通得到了。那这个如来果地上的是这个是这个神通德能呢，不是菩萨能够比的。他们这些小通算什么？极乐世界这些人所具的这些能力，我们讲的神通的能力，所具的能力绝对不是其他大乘经上所讲的，那些用禅定用其他方法修的跟他们那个不一样。刚才讲这是报的，是阿弥陀佛千亿岁的修学，五劫的圆满成就，是以这样的德能加持给我们。这个里面的理非常的深啊，是显得无比的奇妙啊，道理非常非常之深啊，并不是没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依据，我们看到这简直是神话嘛。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理太深。连本觉菩萨要得不到如来的加持，他也搞不清楚，所以能信不容易啊。经后面说了，能够相信的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啊所熏习的善根福德，你今天成就了。如果不是无量劫的续根成熟，你今天纵然遇到了也会把它当小说看。当传奇看你不会相信的。所以这个法门一般人不能相信不能接受，我说了很多次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要一听就相信就接受，这是很不平常的事情，这个都是自私。所以他这个通的能力超过一切菩萨，声闻缘觉那就更不必说了。再看第四段，佛作佛时所有众生，要看到他这个韵文词句，所有众生是平等，没有鉴别啊，没有鉴别啊。这个九法界有情众生呢，一律平等的。生我国者，见得他心之同，他心同，他心同什么？他是别人，别人心里啊。起心动念呢，他知道。所以诸位同学啊，你要小心，要谨慎，不要以为你心里动个念头没人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人个个都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他看到，一个人说悄悄话他听到，起心动念他也晓得。不要认为啊没有人知道啊，西方极乐世界人太多太多了，数不尽的，通通都知道。这都是事实。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阿弥陀佛的学生，做一个佛弟子，将来跟他们是同学，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就要晓得，他们都看见了，他们都听到了。
他们不晓得，没有一样能瞒得过他们。我们配不配参与他们的法会？阿弥陀佛纵然慈悲要接引我们，那这些同学们不接受我们，阿弥陀佛也不会来接引啊。这都要想到啊，是我们将来自己的德能，也是那些同修们他们现在都去做了。所以念佛人心地要清净，要正大光明，不做一点亏欠自己。别人对不起我可以，我不能对不起人；别人骗我可以，我不能骗人。为什么呢？他们造的是轮回业呀，我今天造作要生西方啊，我的一切要用西方极乐世界做标准。西方世界的标准就是48愿，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都要做到。这样才能够生西方啊，这样才能够增高品位呀。若不悉知，亦若有头得遣佛刹众生心念者，你看看这个原文上多清楚，多明白。亦若有头就是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那个里头所有一切众生，心里头想什么念什么，全知道。所以这个能力啊，确确实实超过了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乃至于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啊，绝大多数都不能够跟他相比呀，所以这个能力啊，真的是8地以上的菩萨，7地以下都不能够跟他相比。所以他们这个神通、智慧、这个道力的超胜，真的是达到基础，因为。这个事实，一切诸佛不能不赞叹阿弥陀佛，不能不佩服阿弥陀佛，也不能不把自己的学生统统介绍给阿弥陀佛，所以现在诸佛度众生方便了，用什么方法呢？都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普度了。都把他送到西方极乐世界，交给阿弥陀佛就都去。所以现在一切诸佛如来，等于说都在十方世界替阿弥陀佛招生呢。不听话的呢，那再给他讲什么2乘3乘，讲那些佛法；听话的呢，都保送到极乐世界去，马上就成佛了。事实真相我们也在此地才搞清楚了，才看出来这些菩萨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有这样的能力，也就是说知己知彼，他有续命通，是自知
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自己清楚自己明白，自知啊，这是知人啊，知别人啊，知彼呀、啊，知己知彼呀、啊，教化众生才契机啊，众生才容易得度啊。所以他们每天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闻法，随缘呢救度众生，他有这样的能力啊。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要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多久才有这个能力？此地没有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一劫二劫才得这个能力，没说，没有说呢，那就一道就有能力，这才对啊！啊，必定是这个意思，一道就有啊！见了阿弥陀佛，这个能力通通就等于就恢复了啊！实在讲，这还不是恢复，是佛力的加持。一直到我们自己在西方世界修行，西方世界修行进度非常非常快，决定不退转啊！因为不是接受阿弥陀佛一个人教化的，你每一天就参访设访一切诸佛，你就想想看，你每一天听多少佛法，多少佛给你说法，所以那个进步当然快到自己真正到达这个地步了，自己真的证得实地了，阿弥陀佛还是加持，使你的道力、智慧、神通，比起其他的同等级的这个实地菩萨还要显得高明，这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怎么能不去啊？从前李老师讲，如果人不肯往生呢，这个人呢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换句话不正常啊，正常的人啊哪有一个不想往生的呢？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